这里是武汉著名的黄鹤楼，据说本地人都不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黄鹤楼自古有天下绝景之美誉，它与岳阳的岳阳楼、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，吸引无数游客来到这里。但是武汉本地游客非常少，有人说因为对本地景点不感兴趣，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呢？